我知啊，我知道第一集我有咩咩啦，我玩魔方啊，我玩食資料講翻呢度喺邊度？歡迎大家收睇魔方傳媒，請你大家記得點 like。真的玩魔方的模式，是啊，實際性的實際數據你，真的很有自信。是啊，因為呢，是不是扮出來的？不是扮的，其實因為他沒有表情可言，所以他只可以很淡定地做自己做的。是啊，其實我覺得可霸，你夠淡定，你就是自信。即是現在有心得了，開始成有心得。哇，不止唱歌的。Felix 你都好像很有心得咁喎，咁快睇出咗，一睇就知道我唔系学霸啦，摆明学渣啦。不过我可以，如果有佢啲人唔介意，我可以帮佢补习嘅，收钱收贵啲啫。但系好似佢唔系讲呢件事咯，讲紧咩边？咁离晒心得嗰阵时，冇啊，冇心得，真系冇咩？其实你点睇自己喺套戏入边嘅角色啊？本我之外，同埋你讲翻我上次喺个访问有讲过嘢之外。surprise 嘅，因為我覺得個角色好大發揮空間啦，同埋開始後期可以越玩越多嘢咯，即係可能將支筆擺喺個頭度咧。其實我嗰一場戲我真係想試下個頭係咪真係托到支筆咯，點知真係托到支筆咯，跟住就俾導演剪咗出嚟。但係好正，我想講嗰幕。但係最多人贊係你哋講數嗰幕。講數，佢諗㗎講數咁啊！唔好遮住魔方，佢諗㗎。唔好遮住魔方。即場諗出嚟啊！即係即場諗嘅，都係即場諗。嗰陣時話想扮扮無間道啊嘛，但係即場度出嚟。係即場度出嚟。咁啊，係咪跟住落嚟嗰啲劇情都好多呢啲咁樣，即係啲夾位啊？都會嘅，即係斷斷續續或者陸陸續續都會一定有嘅諗，但係就應該係話每個人。自己看出嚟嗰個位咪 get 位就要好主觀咯，我覺得呢件事。其實我覺得係因為我哋每個人都好有自己 character， 係咁，所以咧每個人會有自己嘅 get 位咯，即係唔係話好公式嗰啲 get 位。我個角色好不羈喎。唔係你阿媽勁海鮮都好好味噶嘛？哦，所以其實有嘅，但係只係你自己覺得嗰啲唔覺，但係喺觀眾朋友度，你嗰啲就係 get 位嚟嘅。所以其實你認真做好笑嘢就好好笑噶啦，你唔好懶係好笑咁做，你明唔明意思啊？我哋好好笑。哇！唯有大家的氣質。